大家好，这个今天是我要拍一个最新的 vlog，因为很久没拍了，团队说也该更新 vlog 了。其实我个人来说呢，我就是不知道拍什么，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一拍这种吧，就很紧张这种 vlog，但是团队说你必须得拍，然后跟我布置了个任务，就说让我学会一个新的技能，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嘛。还有20天就要过年了，然后让我学会一个关于做菜的一个新技能。对，年夜饭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泡菜。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，但是没办法啊，还得营业。重点是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对，反正你们喜不喜欢呢，就看到这儿了，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了，对吧？有我的粉丝在关注，也有一些路人朋友们在关注。对，然后希望我这一期做这个菜的这个 vlog 呢，也能给你们传递一些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好吃的吧，或者是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哎呀，还是有点紧张，我觉得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我要干啥来着？对，有点太紧张了。对，我现在应该先去看一看这个食材。去看看食材，看看做菜的食材，然后就先这样吧，我先去看看食材啊。